喂 ，Kelly。喂 ，Jackie， 聽講你要去 exchange 喎，執好行李未啊？哦，我執緊行李啦，我就嚟走啦。嗯，咁翻嚟之後仲有冇住課啊？應該冇住課啦。有啲可惜喎，不過唔緊要啦，記得多啲翻嚟同我哋玩喎。嗯，我哋一定會再見嘅。好啦，拜拜。拜拜。我谂每一个住过 hall 嘅人，佢哋都会经历一个与别不同嘅 hall life。我同班 friend 试过一齐通顶做嘢，开会开通宵，再约埋一齐食 hell camp 嘅早餐。每日同 roommate 一齐去挨呢一条，如果系自己一个行，一定会攰死。会闷死的长车，每次约 friend 一起上九点堂，不知为什么都一定会迟到的日子，就好像张床有磁石吸住了自己，但是每一次他都会等我。喂，佢迟咗，搞错咁耐噶，快走。仲有的就是每一晚。friend 喺度傾偈飲嘢嘅時光，呢一切嘅回憶，我諗只有呢一度先至可以揾得到。应该是因为我的岁月流程，你找到你的岁月了吗？